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NH48 Team X 命运的 X 号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对号入座。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等，或超过50×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三，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摄像、录音等行为，请将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四，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场内严禁吸烟、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在观看演出期间，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五，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并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NH48 Team X 命运的 X 号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对号入座；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等超过50×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三，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摄像、录音等行为，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四，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场内严禁吸烟、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在观看演出期间，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五，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耐心等待。我是 SNH48 Team X 的齐静。 SNH48 Everybody Alive like you've never seen beforeFamous Shanghai! These angels have come down to perform for you!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SNH48! SNH48! Come on! Are you ready?摇晃的船帆，剪碎了多少波浪。
记录我们，收到旅行，让我们铭记。害怕，别
好，我们是 SNH48 Team X。 今天的 MC 话题是你的父母有没有因为什么事情跟你生过气，大概吧。我是谁？奇迹，你好讨厌。好，人资本缺少是水，你们心中资本缺少是水。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Max 的成员杨碧。谢谢大家在周五的晚上，周五吗？哦，四啊，周四的晚上来看我们的公演，谢谢大家。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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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今天的一些话题是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跟你生过气。因为在我印象中长大之后，特别是进团之后，好像他们就很少跟我生气了，而且特别是我长大过程中好像也没怎么跟我生气过。因为我爸妈是属于那种非常的放养小孩的人，就基本上我不要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都觉得就小孩嘛，就是应该活泼自由自在的。我现在唯一比较有印象还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小时候因为不吃饭很挑食，特别挑食，小时候因为不吃饭，所以我爸拿筷子打我。你们应该就是这叫什么竹笋炒肉吃，就是是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小时候好像，我现在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不吃饭所以被我爸妈生气了，其他的都还好。因为长大之后他们都比较不太会跟我生气。对，就这样，谢大家。耶。两人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 Sunny Sunny， 因为小太阳冉冉升起。 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Max 的宋欣冉，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宋欣冉，谢谢。波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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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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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个啥，爸妈有没有生过气？我想了一下，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有过。然后就因为我爸是那种很温柔的人，然后我妈也是，就是但是我和我妈会有那种经常会小打小闹那样子，但是好像没有真的生过气。嗯，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刘静涵，感谢大家前来观看命运的 X 号，谢谢。耶、yeah! 谁说谢谢。然后我爸妈因为我生过的气，因为我上学而生气。我小时候很调皮捣蛋，不喜欢上课，然后去学了体育。学了体育之后，妈又觉得我体育学的不精，又说那你不要去学了，你的腿都变形了。我说好。就人生都是因为我学习而上学，我妈跟我吵架，就只能是这样子。我跟我家里人每天都会吵架，因为我学业上的问题。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那请下一组小伙伴做自我介绍吧，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谢谢 SNH48 Team X 方家飞姐来看，谢谢大家来看今天的公演，谢谢。耶、yeah.！
我觉得也是，谢谢，谢谢。哎，在这里。老公，你能把自己跑下去？闭嘴。您再来一遍。那你骂呀，你敢骂？谢谢。谢谢。怎么了？这什么梗吗？什么？没什么，就祝你。你懂啊？什么？哎，没有没有，就真诚的真诚的祝福你，对吧？有什么不对吗？好，继续。没有。有什么不对吗？我很好奇。继续。我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继续。是不可以讲吗？可以讲，继续。哦，谢谢。就啥来着？就是那个，我就是跟我爸妈生气嘛，然后就是。因为我妈会看直播，所以我从来不跟我妈生气。是她对我生气，她对我生什么气呢？就是我爸妈怎么对我生气呢？也就是说，就是嫌我烦，怎么就是因为我毕竟你们懂的，然后就有时候比较作，然后有的时候我骗过我妈一次，骗什么呢？就是有一次我在分文理班的时候。就是我就比较皮，因为像我这种人就是没有完全没有理科脑，大家也估计也能看得出来，就对吧？然后我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说妈，我报了一个理科，因为我觉得我要改变自己，我要去学理，然后以后要去科研。然后我妈那天晚上就对我生气了。然后生气了以后，就是她非常的火大。那是我在我小时候。那在我小时候突然哇你的灯光变了，好炫彩，就是开始抒情了。不是，就是我说到哪儿了，就是那什么来着，然后就是我妈在我小时候以后就已经没有对我生过气了，因为我是一个成熟独立的孩子，然后在那以后对我生气后，我就再也不敢就是对我妈调皮了，然后我就非常的变得越来越成熟，对，然后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问大家一个问题，只能称上草，什么草呢？天草。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王小佳天，王小佳天草，感谢大家过来看我们的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王小佳。谢谢，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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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耶，谢谢。哎嘿，谢谢，谢谢，然后。我妈好像没有，我爸妈好像没有怎么跟我生过气，就是自从完了完了。今天不要动不动就张口就来，会开花的，会开花的。不要说，啥意思啊？文体两开花是什么意思啊？没有没有没有，你们能不能听我说？就是别开花了。双生花呗。对，就是双生花嘛，两朵花开了。什么东西？你们这样我很惶恐。是什么意思？我也好想知道啊。他们这样我很惶恐。天草，我好好奇啊。可能是在台下跪下求你了。我去台下跟你们说。然后，自从我进了团之后，我爸妈就没有怎么跟我生过气。然后前几天，前段时间我不是在玩滑板吗？然后我妈就来那个上海过来看我，然后我就带她去滨江，然后就有一个。滑板的大佬飘过去，我说妈妈就玩这个耶，我妈说哦，然后那大佬就在我面前做一套招数，什么转圈，然后把板抽起来一个转圈，然后再一跳上去，然后我心里想，哼，真菜。然后我妈就这个表情，她说仔，你千万不要玩这个招啊，你千万不要乱玩。我说啊，我从来都没有学过，这个太难了呢，嗯，好厉害呢，哇哦。
对，然后我妈至今都以为我滑板只是就是凭着这样滑过去，从来都不知道我会就是转圈，然后把板一甩跳上去，从来都不会。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保密。他知道吗？他不看的，他不看公演。什么口音？就他平时不看公演的吧，除非就是看 B 站一些 cut。但我妈只看草。算了，不说了，反正他会看一些奇怪的那种 cut，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太阳当空照，嘿，猴子对你笑，嘿、hey。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李昭，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yeah ！谢谢。谢谢。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就是我妈因为什么而对我生气呢？没，你们还在探讨？继续花是吗？啥意思啊？没什么，你说 MC。好，然后就是我印象里，从我进团了之后，然后我妈就没有怎么对我生气过了。但是在进团前，我仔细想想，我上次惹我爸妈生气是在我进团的时候。就是我跟我妈，就我跟我爸说，哎，我就去上海一趟，我回来了之后就好好复习，然后回来就签了，然后我爸就说你怎么回事，然后我妈说好事儿好事儿。对，然后就是这是我上一次。然后我印象最深的话就是小的时候，就是沉迷那种儿童游戏，然后儿童游戏的话它是有那种保护时间，就是十点到早上几点它是不开的，但是我发现了它有夜间版，然后我为了能够比别人多几级，我就大半夜的把电脑拖到我房间里面玩。然后当时是那种笔记本嘛，然后我又不带，然后我就不带插座进我房间，然后我爸就发现第一前一天晚上把电充得满满的，然后第二天他就没电了，然后我爸就以为是我们家的笔记本坏了，然后去修，修说没问题啊。然后有一天晚上我爸起来上厕所，然后发现我的房间里面亮着灯，然后被抓了之后，我爸就说他觉得我适合去当特务，就那种就是做这种事儿。我真的我坚持了一个学期才被我爸发现，我觉得我真的特别厉害，真的就我特别佩服我自己。然后我当时也觉得我长大了之后我就把自己作为一个特务培养。对，然后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今天想说什么呀？九九乘法表。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王建林，感谢大家在今天来看我们的命运的 X 号公演，耶、yeah！ 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啊，我知道。谢谢谢谢，哎，我这看看哈，嗯，好，我替你转达，我回去好吧，好。然后我其实我觉得我是个很成熟的成年人，然后就是我感觉我还蛮早熟的，就是感觉我就很懂事啊。除了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要交学费，然后我妈给我学费以后，在上学路上。就是校门口有那种小摊卖什么仓鼠啊兔子啊巴拉巴拉，然后我就看，哎，我有钱，然后我就，哎，多少钱，他说30，哎，我有60，然后你的学费只要60，就是那好像什么书本费之类，反正就不是那种几百的，然后我想那就先付了吧，然后因为那太可爱你知道吗，小朋友对那些东西就没有抵抗力，然后就掏钱买，然后我上午去学校就没有交上学费，中午老师给我妈打电话投诉，然后我妈中午和我爸两个人就非常正式的，因为我是中午在什么托管班之类的，他们就到那个楼底下就喊我，然后就开始要骂我，然后我就躲在厕所里没有出来，然后整个就全部托管班的那些小朋友都过来围观我，我觉得很丢人，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你有本事买仓鼠，你有本事下来，我有本事开门。对，就是这样。那我长大以后就很懂事，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
想在舞台上皮卡皮卡。大家好，我是 SNH48TeamX 的潘琪，大家可以叫我阿宇或者鱼鱼。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哎，谢谢。就。谢谢。谢谢。就说到那个爸妈有没有骂过我们，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乖的孩子，然后最近呢就是有一些就是粉丝每天都做一些我的那种我和另外一个女生比如说王小佳或者江正义或者李美琪的这种视频，然后被我爸妈看到了，他们就突然之间一个电话一个call过来，就是说咪咪啊你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就当时我一下子哑口无言，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怕他们会什么什么，然后他说没事，你还有个姐姐，就是就然后而且你姐姐也结婚了有小孩了，就你和大家就好好相处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还好没有打我，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他们小时候也没怎么打过我爸。对，就这样，谢谢大家。那么就请下一组小伙伴吧。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奇迹，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队的公演，谢谢。知道了，谢谢。谢谢，谢谢。哪儿呢？啊，谢谢，有眼光。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就是我小时候还挺皮的，我小时候非常的非常的不听话，现在也挺皮的。没有，我现在可乖了。我小时候怎么会是谁说的，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尤其是小学的时候特别嚣张你知道吗，小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嚣张，又不写作业，有的时候还会翘课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不写作业然后就没有办法交作业，然后就去翘课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因果关系。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爸妈管的其实还挺严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你知道吗，然后就翘课被他们发现之后然后就会揍我。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什么就是那种吃饭的时候说有家长在一起吃饭的话就一定要手扶着碗，不能一个手拿筷子另一个手就是不放在桌子上，不能把碗放桌子上吗，就是手一定要放在桌子上，每一次我把手放在腿上放在下面，然后我妈就说你手的，然后就筷子就啪就过来，就这种就很严格。但是长大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越来越松越来越松懈，可能是因为我越来越乖了，因为你长大了，因为我越来越乖了，我现在可乖巧了。他怕再骂你头发就骂没了，你好烦。然后，现在的话，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对我生气吧？只有我对他们生气的时候。怎么能这样子呢？对，这是很不好的。小朋友不要学，小朋友不要学，不要学这反面教材。就是对自己的父母还是应该好一点的啦，就是要对他们温柔一点，耐心一点。对，我现在也有改进了，其实很少跟他们生气，真的。真的，然后就大概就是这样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 news 孙新闻，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公演。孙新闻，谢谢。孙新闻，谢谢。孙新闻，谢谢。谢谢。谢谢，真有眼光。
那咋了？每个插图，谢谢插图啊、哦，谢谢。我以为我是另一朵什么花，我小时候，我们两个真是二重伴奏，真的是。就是我小时候其实不太惹我爸妈生气，我经常惹老师生气，因为我挑食。然后学校里面，特别小学的时候，对于挑食管得很严。然后有一次，他烧的那种。凉皮，就那种方方的凉皮，是凉皮吗？凉粉，凉粉差不多吧，反正就这种。然后跟我也不懂，跟粉丝烧，不是你们啊，跟粉丝跟粉丝还有白菜烧的汤，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魔鬼。因为我又不太吃白菜，又不太吃那种粉丝，然后又不太吃那种就反正很讨厌粉丝类的东西，不是你们，讨厌粉丝类的东西。然后呢就很不喜欢吃那个汤嘛，结果老师呢又一定要我们喝下去，我一般都会带回家。然后但是呢有一次就被发现说一定要让我吃掉它，然后我不肯以后他就让我去讲台上站，就哎不是，就是反正站在前面面对着大家，就像现在这样面对着大家捧着一碗汤，然后很惨兮兮的把它喝掉它，然后就没了。那你现在是不是你的童年阴影啊？我的天哪，我现在就更不喜欢粉丝了。不是，听到了吗？那位听到了吗？没有没有，我最喜欢你们啦。来，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R48 王飞岩，非常开心啊，不对，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观看命运的 X 号公演，谢谢大家，耶！王飞岩，谢谢大家，王飞岩，谢谢，王飞岩，谢谢谢谢谢谢，王飞岩，谢谢。然后说到生气，我真的感觉听了两排前辈的家长之后，我觉得前辈们真的是在有爱的环境中长大的。然后像我的妈妈就比较与众不同，在我刚回家之前，她会先问我说，就是有什么想吃的东西，然后呢，就会在我刚一到家的时候对我超级好，就是一箱草莓贴我面前说姑娘可劲造，就这种，就这种溺爱的程度。然后当我在家待到第二天的时候，她就会说，那么一天天躺着老玩手机，然后我说妈我发烧了，你玩手机玩的，妈我腿疼，你玩手机玩的，然后呢。会各种东西，然后呢会说因为我不出门骂我，说天天在家躺着也不出门骂我，然后因为我出去玩骂我，你天天出去玩不知道回家然后骂我，然后呢还会因为什么事情，就是哦对，还会因为你说一扫地的时候一看屋里面全是你的头发，然后又开始骂我，反正就是特别总是看人家因为头发多被骂，好烦、啊、因为头发多掉了然后被骂了，然后就会出去就说你看看全是你头发，你到处都是你头发，啪骂我。然后会因为就是我说骂我什么东西，本放哪儿了，书放哪儿了，然后他就会说我哪知道你东西放哪儿了，然后就开始骂我。对，然后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在家回到家，除了第一天之外的每一天都是被嫌弃的。然后所以说，但是只要我不在家的时候，我妈妈还是个非常温柔的妈妈。对，就是这样。接下来听听雕的妈妈。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卢金明，大家可以喊我妹妹，欢迎大家来看周四的命运的 X 号公演，谢谢。耶！谢谢。卢金明。谢谢。谢谢。谢谢。好的。行行吧，嗯，加油。为什么我也不是花呢？我吧，家里就是家长对我都不是很严的那种，就是各种一般都会先问我的想法，包括各种东西都会先问我的想法，然后跟我想法沟通之后才会那个。但是小时候就我有记忆以来，我爸就只打过一次，我全家人好像都没有打过，就我有记忆以来，我爸就只打过一次。平常的时候
而且那次应该不是很重吧，挺小的。后来就是平常他想打我，就跑我奶奶那边，然后奶奶就用手挡着，他又怎么都打不了，就跑了。跑了之后，反正就这样。然后我妈的话，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因为就是非常的刻苦，就是早睡早起，然后就是晚上回家一般就是11点半了，写完作业的话大概是12点半1点的样子，然后我就会在卫生间里就是开始我繁杂的洗脸刷牙涂脸各种步骤，然后我妈就一看，都半个小时怎么还不出来，然后就一般就是对这种，还有我有时候也会掉头发，就是我妈呢，你干嘛要看着我说你老掉头发？我妈呢，就是她平常吸完地上的头发，我就在房间一走动完之后，她就跟我说，你看我才把地涂完，你就又掉了一房间的地的头发。我跟你们说，你们俩以后把头发都剃光，你们妈妈就不会骂你们了，你知道吗？没有头发了，我们下次妈妈打扫完之后，头发都收一收，所以前面当生日礼物。我们把我们的头发做成一顶假发，你好过分哦，你们两个，你的掉了也可以的。别了，给前辈留点。谢谢你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对，就是家长就是很少骂我吧，骂我的话我一般就是先听他们讲话，然后我就开始我的辩论，对，最后就变成我和他们互相辩论，对。好，请大家继续欣赏接下来精彩的 Unit 吧。耶、yeah.是徒劳的纠结，风雪也
且退散。为伙伴而战，任凭着宿命安排最难的难关。紧握的手，微笑的流星，要勇敢，不留下遗憾。So come on come on, change the mind, 我们会是彼此身后的靠山。爱的永远存在，别放弃。我要
水泡，隔绳变成冰雹，水手航向了环岛，曾一座成冰雕，终于要的解药，谁知道来自深海中的一段回音在咆哮，那是冰封中的一只人鱼在哭闹，爱是魔法的符号，雷声中的这一秒暂停了天空中的海鸟，这是神话中的一段故事在逃跑，那是雨眼中的一丝宿命在燃烧，不管谁能听得到，风声中的那首歌叫醒了航海人的寻找，听见吗海的心跳，听见了海中央，听见吗梦在起头，别说话一滴眼泪就好，我用歌声逃跑，是要我的苦心忍受，无奈风时间到，那首同行的歌谁都没听到，我被天神嘲笑，只好流浪群岛，躲在雷声中呼号，我被时间忘掉，变成海底冰雕，谁知道来自深海中的一段回音在咆哮，那是真正
我知道了。你说什么？啊，你是傻子。我也知道了。你还说什么？我知道了，你太喜欢我了，但我一直拒绝你。我知道了。什么？啊，你很讨厌汪嘉玲。我知道了。
刚才欣赏了 Ice Queen Battle Cry 占卜师 上海之声双生花最后的曙光，大家觉得开心吗？那我们今天的 MC 话题是什么？你今年有没有一定想要去的地方？对对 对，是这样，我就知道嘛。你能记得住什么了？我就是记得住了，怎么地吧？你就是记不住，我都没事，我们教会。对对对，就好。哎呀，气到奇迹，今年真的很好。其实也不是气嘛，都是你自己说出来的话，帮你转达一下而已。快说吧，你去哪玩？不是，你想去哪？我今年寒假约了去很多地方哎，想要。别去冷的地方了，去点温暖的地方。去苏州，哇，好远哦！还要去南京，哇，太远了。我还要去武汉，哎，这个还挺。然后，但是重点是我想去台湾哎，哇，那还是这个是最远的，对，就很想去看一看。因为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怎么出过远门，我在进团之前连飞机都没坐过。那你进团之前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哪？浙江。哇，很远吧？远远吗？挺远的，就是我都没有、哦、浙江都没有出过门吧。我本来就比较包邮呢。江浙沪包邮区。对对对，就本来就人就没有很喜欢出去玩，但是最近突然也挺想出去玩一玩的，就是不要去冷的地方了、嗯、对，太难过了。那我是吗？嗯，我2019年有很多想去的地方，我想去四川，我想去四川照顾大熊猫。哦，嗯，这是我一个。那你有没有就是不是有那种发那个微博那种什么给大熊猫什么什么？啊，就是微博里面那个什么啥呀？就是提醒你浇水什么什么种竹子那个。哦，什么给大熊猫种竹子？对，但是我没有坚持过，因为我发现就是小偶像们好像没有什么人玩，然后我就抢不到什么能量，对，然后我就放弃了。但是他经常会给我提醒，然后我明年的话就想去一趟四川当志愿者，这是我一个伟大的理想。好，伟大、yeah、值得鼓励。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想，我特别想就是去柬埔寨玩。我去过。好玩吗？就是怎么说呢，就感觉那边很穷，你去那边的话要买好大一袋糖，就各种那种超市里批发小糖就可以，那边有很多小孩跟你要。但是就有一次遇到在一个坐船的地方吧，周围就上来之后景区门口一堆小孩，那堆小孩就疯一样的过来抢糖，抢完之后，哦，有一个小孩特别搞笑，就是我们在那个景区门口，在那个景区门口有一个小孩在我们出来之后就一直跟着我们要糖，然后要糖之后，你可以说慢一点吗？或者是万圣节吗？好快哦。他跟我们要糖之后，就我已经就是进那个景区之前就把我所有带的糖都已经给完了，然后给最后一个小孩比前几个缺一点，我就心怀愧疚。然后出来之后那个小孩就一直跟着我跟我妈说什么，姐姐你们好漂亮漂亮漂亮。会说中文吗？他们只会说漂亮。怎么了？柬埔寨小孩。好的，我懂了懂了。就像这样的柬埔寨小孩就只会说漂亮。没有啦，那边小孩一般都长得黑瘦黑瘦的。对，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去柬埔寨吧，可以讨糖吃。对对，就是那个小孩就一直跟着我跟我妈，然后跟我们要糖，就是出来之后跟着我们要糖，说什么姐姐你们好漂亮。然后我妈就跟我，她估计跟了我们大概有100多米200米的样子，然后我们就实在没有糖，就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然后那个小孩最后就气哄哄的走了，走之后大概就这样走走走走，然后走到半路突然回头，你不漂亮。我好想去哦！我现在更想去哦！我想买一堆糖，然后过去就有一堆人夸我漂亮。当时真的买了很多糖，好大一袋。打扰打扰打扰。那方小飞你呢？我就是我想去哪里呢？最近就是之前因为帕蒂队，我很想去伦敦，然后但是它太远了，而且就是虽然我想去，然后也不一定我会去，然后、就是、你会说英语吗？Hello， 拜拜。
You beautiful. You ugly. 就那什么，就反正你听得懂啊，还行吧。就、我就在这看着你说。哎，我是说我口语不好，你听，你这是我的问题，没什么，没说你。就是那我去哪儿呢，就不太好实现。然后就如果特别想去的地方，想想我应该去哪里呢？2019年，我是一个不爱出门的人，必须要出门的话我去哪里呢？我去隔壁房间转一转。隔壁房间算了，我可以去奇境的心里。下一个。天哪，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好去吧。就以前我就是上了初中初一的暑假过后，我妈以前每年都会带我去各种地方玩，然后就是上了初一的暑假过完之后就再也没有带我出去过。然后在我的回忆里就有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就以前去越南玩，然后泡那个泥浴，就是泥巴然后泥巴混水的那种东西，底下还有一堆渣子在那个缸子里泡完之后过去冲的路上，我当时好像就是最后一次出去吧，初一的时候，然后看到一个大概小学3年级的一个女生跟我穿着同款泳衣，当时跟我一起玩的一个女生，她大概比我小半岁一岁的样子，然后她就指着那个女生，哈哈哈你哈哈哈你，我就、没事，你漂亮。我心里留下了阴影。对，然后想去什么地方玩我也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空，有空的话估计也是就是蹭爸妈就出去玩。对对，就想一下嘛，也不一定让你去，就想想想想吧。好吧，嗯，哇耶，可怎么回事，我看到后面缝里面有个眼睛，那既然眼那么既然如此，那就有请，那么就请欣赏后面的歌曲吧，《钢铁之翼》。哇哦！后失去了一切，被人嘲笑脚步鞋，梦也幻灭。如果发现这世界不是我要的世界，分不清白天黑夜，无言无眠。越是黑暗，那眼前的光越炽烈，越是寒冷，却越翻滚心中热血。越是残酷，怎么勇气源源不绝？那我拒绝被现实毁灭。界限，享受苦难的淬炼，才能绽放的耀眼。涅槃让拯救世界悉数幻灭。越是黑暗，那眼前的光越炽烈；越是寒冷，却越翻滚心中热血。越是残酷，怎么勇气源源不绝？那我拒绝被现实毁灭。我的横冲直撞，终于
炽烈，越是寒冷却越翻滚心中热血，越是残酷怎么勇气源源不绝，啊，那我拒绝被现实毁灭，燃烧我的翅膀，翱翔苍穹之上，我是烈火中生不灭的凤凰，冲破所有屏障，飞往新的希望，让所有绝望记住我征服不明的骄傲，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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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有生日祝福，我有一个。
有一个生日祝福 ID 是水果茶，祝你生日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耶、yeah. ！为什么要戴绿色的帽子呀？还有人有吗？还有，我有，我有一个生日祝福 ，ID 是阿恒 ，G U I L I A， 在吗？在吗？好，我不知道，我也看不见。好，就是这样，祝你生日快乐！耶、yeah. ！我有生日祝福，第一个是 ID 为3000钢铁侠，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耶、yeah.。第二个是云雀秋歌岁，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然后第三个是草球里最可爱的莫逆鱼星，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然后还有一个是天草最喜欢的棒棒糖将军，祝你生日快乐，谢谢。我可以有生日祝福吗？你可以了，可以可以。我有一个生日祝福，ID 是海外的 DO， 我觉得应该在DO， 哦，在海外啊，哦，在哪看不见？祝你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我们来选 NC 话题吧，是什么呢？合适点评。如果哎呦，如果剧场要搬迁，想搬到哪里去？现在很有钱。哪里？嘉兴路不好吗？出去。都是三个字，我们没有说。漂亮。快点出去！刚刚那一坨喊那个什么什么桥的，出去。好了好了，来，就是这个话题，线上海室内不考虑金租金，那么就外滩的海上啊，海上还不错呀，外滩是江嘛，哦，江上海有海，哎呦，哎，我们可以搞个那种黄浦江游艇，然后在游艇上面，就搞然后那个游艇浅了，不是沉了，然后蹦跶蹦跶，蹦跶蹦跶沉了是吗？没有，但我以前梦到过我们剧场开在了一个海上，真的梦到过，海南岛上。啊？啊？什么啊？你说嘛？谁说？你啊？我就是我以前梦到过，就是在一个船上。太平洋在哪里啊？就是反正就很大的海洋上，然后就大家看公演的是坐那种小船来的，然后我们公演是在那个很大的船里，豪华的那种船。然后在上面跳个公演，不会是那个吧？在那个悉尼歌剧院，是不是？啊？因为很豪华呀，啊、就是那个悉尼。那有点太豪华，我觉得很高级，很适合我们拼。对，就哎，你们认真点，上海市区认真审计、啊。我有想法。上海市区哪里最贵？哪里？外滩吗？江苏算吗？江苏。江苏是什么？江苏路那是哪里啊？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们小声点。逼。对。你就想在最贵的地方吗？我有个想法，就是我想就是把剧场安在我们生活中心的楼上。啊？楼上？楼下吧。太可怕了吧！你平常不化妆，然后下去拿个吃的，突然冒上来一堆粉丝，哎，王佳。我们可以分路走啊，因为就可以就是起床之后马上去跳公演，就在楼上，不就很方便吗？但是你要想，如果在你楼上跳公演，然后你可能就是24小时上面都想着音乐是的，打扰，是哦，对，有点害怕，有点吵，算了吧，换一个地方。那汪佳林，上海市区，上海市区就有场面一点的话，梅奔吧。怎么样？哇，多有面子，天天在梅奔公演，真的。哎，我觉得梅奔太远了，上海足球虹口足球场行不行？啊，虹口足球场也行。对，又不远，你说是不是？不是，你们就梅奔的话，大概一年只能开一次公演，你知道吗？那我们可以在我们中心附近的羽毛球馆。中心附近。刚宋一冉说要在中心附近的羽毛球馆。那也行，我也觉得可以。
迪士尼也太夸张了吧！但是我没想到一个就是，他有点吓人。但迪士尼想想看很快乐。是的，但是就有点，就你们到时候找不到我了，我在干嘛呢？我在看花车。到哪天我不在了，我在干嘛？飞越地平线排队。我排队，我还有两个小时，我才能上公演。你们公演在等我两个小时吗？对。你呢？市区？哦，我刚刚不是问了哪里最贵吗？哪里最贵啊？对，我觉得哪儿最贵就在哪儿吧。我觉得上海哪都贵。上海市中心，就人民广场的地铁站吧，我一直有个梦想。对，地铁站中心中间，人民广场相亲角，你会被赶的，你知道吗？哦，是你是被赶。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次。就是他们拍什么一个国美的时候，不是国美，是之后有一次拍了一个什么采访嘛，然后就被人民广场警察赶了。人民干嘛的？穿奇装异服在这里游荡。真的，我有一次在外滩旁边拍东西，然后就把我赶，然后就那个警察叔叔就追，然后我达成成就被警察追，外滩这头被追到了这头。警察说我最后追不到，你不漂亮。哎，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够漂亮吧。然后反正就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外滩跳公演的话，就警察叔叔在后面追，然后我们就一群偶像和一群粉丝在那里跑。你刚刚讲的非主流吗？啊，我怎么听到非是什么？我说错了，是一群粉丝，不是非主流粉丝。对，就跑，很有牌面。对，就有那种美国大片那种感觉，后面景背景，你想想背景，这背景太 low 了，那种外滩旁边那种古建筑都。你怎么能说我们剧场 low 呢？还行吧，也凑合看过去。就比起外滩嘛，对吧？我们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好吗？我想去东方明珠。我你 solo 吧。我去年在那里跳了前年在那里跳了快一个月，我每天就在想，总有一天我也要上去跳舞。因为我们不是一直在那个塔下面嘛，然后就是上面，然后啊，你们为什么今天这么嗨啊？就想去上面跳舞，因为以前有，就是当时还是游客的时候来东方明珠玩过嘛，上面不是有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那个观光的那个叫什么走廊还是什么那个？但是你想想看，下面如果是那种透明玻璃，好恐怖啊！想想看，有点恐怖哎。哎，那这样的话，你就在外滩这边，然后我就在外滩这边，然后冉冉在江上。哇，我觉得好排场好大啊，你不觉得？是排场是有点大。来，我的话没有说要唯一的一个要搬去哪里。若是我的话，我每个队发一个剧场，我在上海所有地方我都有剧场。我觉得这样就是因为不考虑钱嘛，就无所谓，就每个队发一个。你想去看哪个，就直接搬家搬过去，就搬门口，就觉得挺好的。款总，那我们可以去上海其他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巡演吗？也可以啊，可以，没啥问题，就巡演也很好安排，就也不用飞来飞去，我们世界巡演，对，就可以，就直接可以，就开车就可以过去，然后就每个队发一个剧场也非常方便。那万一联合公演呢？我们在哪个剧场？联合公演就看，就这是一种奖励，你知道吧？如果这个剧场然后它的利润很好，我就给他一些奖励，然后就联合啊什么东西的。嗯，好，可以，做梦呢。可不嘛，醒。我先打一个小报告，在我们来的车上，花花他说，他说什么？我想去水水的老家越南。他暗示你是那种只会说漂亮的小孩。你还有加纳在那，你漂亮。我不漂亮。不是，我觉得你们这样说以后谢天一会很尴尬的，你知道吗？我刚刚在后台，姐姐突然对我露出意味不明的笑容，我说怎么？她说原来你夸谢天一漂亮是这个意思啊。我说我没有。哎，谢天一是不是每次公演前都给我们台下的粉丝就发很多糖？对，到时候记得说我漂亮啊。然后没有糖的粉丝就说你不漂亮。没有糖的粉丝就安静了。你有没有想剧场在市区？外滩那边是不是有好多银行啊？就那种银行的总部应该。
啊，你要在银行里面吗？银行大厅。就显得我们很富贵这种。你敢过去跳个粉红狙击手吗？你过去，当当当，然后直接给你锁了。去朝鲜跳粉红狙击。我跟你说，就是你要想在银行的话，那 H 队那套公演真的很危险，好可怕。H 队那套公演从头到尾，从头到尾都是危险的那种奇奇怪怪的。他们正在噔噔噔，然后拔枪的时候咚，然后突然一排那个盾就来了。好了，对对对，好了，然后就是别续了，然后就对，虽然是我们非常美好的愿望。哎，宋西亚，你说没说呀？江上。哦，江上，好的，江。还有羽毛球馆。嗯，好，羽毛球馆。宋西亚，你真有志气哦。对，然后虽然是非常美好的祝愿，但是我还是很爱嘉兴路的。对。三个字的剧院，我只喜欢嘉兴路。亲吻这片舞台。那你亲啊。飞稳了。好了，那我们有请下一组小伙伴来讲 MC 吧，谢谢大家。耶、格式点评。柯奇染的小奇染说去年遇到最幸运的事和对今年的小期待，祝漂亮姐姐新年快乐。没有谁觉得去年遇到了什么幸运，最幸运的事情。幸运，我觉得我遇到了你们很幸运。比如说好官方哦。你好官方啊，你突然好官方。你在后台是这样子的吗？然后对今年的期待就是希望我们队可以拿到奖金，就是我们这个突然又那么的现实。但是我有点纠结，你说我带一了插队跟带一了 FT 队，你说是帮助哪个队拿到奖金呢？当然是我们队了。你在 X 队的公演，在我们队公演上说啥去？我跟你讲提啥呢？我跟你讲，说不定 FT 有一模一样的那个公演 MC， 然后你去 FT 就这么说，我会帮这 FT 拿到奖金的，然后在 X， 我会帮 X 拿到奖金的。我一定会在 X 队兢兢业业努力跟前辈学习，争取我们拿到第一个月的奖金。耶、yeah ！然后第二个月就去给 FT 拿奖金了，是吧？对。我知道你最幸运的是什么事？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遇到了我，然后还有幸参加了我的生日公演。嘴角微微抽搐。哎，我们正好是在前辈生日公演那天。对啊，就来跟我抢风头啊。不是，我跟你讲，我澄清一下，我们那次刚来的时候，我们刚来三天就要跳公演，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吗？当时我们老师还说你们可以不用上的，对，你们一定要上。说了十号让我们跳，然后我们说不行。然后十号齐静生日公演。我说不行，新闻前辈这流量必须得抢，就来。哦，不敢当。就来，一听说新闻前辈这流量大，来抢。不是你话别这么说，抢的是你俩一个头皮颜色。哎，不过我没事，我没抢，我因祸得福。哎，不是因祸得福，我们是什么？就是正好就是你们来嘛，然后所以让我生日可以吃到海底捞。啊，对，就其实我们都不是为我们、哎，你知道吗？当时李昭说的可正经了，我们呢决定给沈阳的三个小宝宝呢接风一下，所以晚上去吃海底捞。他就是想吃海底捞吧？真的很机智哎，他就是单纯的想吃海底捞吧？哎，有李昭这样的队长，我觉得非常的安心，你知道吗？哎，所以呢，你幸运啥呢？我幸运什么？见到了我啊！好嘞。你说是，那就是，就是怎么？我很幸运见到了新闻前辈，在他的生日公演第一次来嘉兴路出现。哎，不是，你就不幸运见到这么多别的前辈吗？怎么？那我们呢？那我们呢？不是，就是他这么多前辈呢。怎么办吧？得罪了吧？我该想想，我想想怎么圆啊！没事，他们俩没不要紧，不要紧。啊？这不是我说的，哎，我不是那种挑事的人。哎，对，今年的小期待就是可以在这边高歌一曲。你到底咋回事啊你？你咋回事啊？我今年的小期待是希望可以听到刘静涵对我唱一首歌。对。我觉得可以让他们俩一起唱一首。唱完以后我跟你讲，今年就是开年，对今年就失去了期待。
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为了新年的美好，还是北唱了。新年新气象。那好吧，我给你留点面子，我就不听你唱歌。不是不是，你给大家留一点耳朵。对，大家今天希望可以安全的回家。对，不要在这边听到一半晕了过去。不是真的，就是回家路上如果就比较怕黑啥的，可以先听。不是真的，刘金涵其实唱歌挺好的，他每个字都在音上，只是他每一句话分了不同的调而已。你到底怎么回事？咋的？我跟你讲，小心他用唱歌来报复你。不了不了不了，你唱歌真的特别的棒。齐静有什么幸运的事呀？干嘛？齐静对、啊、齐静对今年的小期待，头发再多一点啊！好烦，我今年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期待的事情，其实因为我觉得每一天都差不多嘛。但是我在以前，就是大概去2017年那一年跨年的时候，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愿望清单。什么？没有一个是做到的。没有一件是做到的。我列了2018年来都列了2018年直到2019年，就是希望去一次动物园啊什么的。动物园都没去，这种你都没有实现。看他，我都没有去动物园，看他嘛。现场表演动物园，我跟你讲，我特别厉害，我会爬树、我爬树特别好。那你现在可以爬到上面去吧。来，寒夜的路灯，寒夜的路灯下去。你现在可以爬到哪儿？我现在只能腾空飞上去。哎，你还有什么？就只列除了动物园。但是我今年想要去一件一件实现它。今年有特别多想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比如呢？然后还有就是我当时列了说想学织毛衣，我想 我教你啊。什么？我会，我想学织毛衣。我还跟我妈说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要向她学习。我还以为你说过年要给她织一条。没有，哪有那么快嘛。因为我想我当时列的是希望给我爸织一条围巾，你知道吗？然后都过了两个冬天，从情人节拖到了七夕节，叔叔直接说我直接围这个毛线吧，你就想往脖子上套。就是之前没有达到的，就四舍五入一下也没有过嘛，就没有达到，对不对？就四舍五入一下，今年还是可以去完成一下的，对吧？心语的小心语。然后我其实也给今年立了一个小的那个什么想要做的事情。也比如有哪些呢？比如有哪些呢？我先不说，反正我去年遇到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就是每一场安可都换一首歌，特别是那个就是那个伦C的，对，还有特别是那个永远的压力这首歌，我觉得是我最幸运的事情了。永远的压力是哪首歌？张宇那首。为什么你幸运的不是你跳了你自己的那首呢？啊，那首难道你跳的啥？我也不记得了，你跳的什么来着？我跳的，说不定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跳呢，是不是？没有机会，快！你跳的什么歌啊？真不记得了。我跳的是《摩天楼的距离》。哦，不，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万一我们还有机会呢？这是我今年最期待的事情了。对，我觉得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再跳一次。跳一次啥？跳一次 Beginner。但是如果我们大家再把之前跳过的安可曲。在某一个机会上再跳一遍的话，你们愿意看吗？你们愿意吗？愿意的，对吧？那万一，你先问一下沈阳两个想不想跳？哎，他们学了呀，他们。那这可能我们可以成为你们2019年第一件比较期待的事情。对，当然我说的不算数，我说的不算数。对对对，你说点算数的嘛，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会不会有新公，就是我们自己准备的公演啥的？就是新公演之类的，就大家。也就命差毕竟也跳了一年多了嘛，对，新闻都在命差过了两次生日了。没事，冯小飞本来也要过，新闻说不定你还要再命差过是第三次。你闭嘴，杀了他，快堵住他的嘴。你说不定真的，因为我们之后有一个什么死亡孙新闻。对，哎，你们有什么就是比较想看的歌吗？没有，那你可以就是可以送上你们真诚的建议。对，就比如说你们以前我们跳过的没跳过的。哎，如果我们跳那首不弯就掰那首的啊？什么真的叫什么来着呢？就那个合理时哦，合理时空逼啵啵逼啵逼啊，我只记得不弯就掰。你这样两下我真的还是啥？你记合理时空居然不是记华贵，你这是很不会抓重点。就我觉得这就对，华贵也是你滑，这地我又不是没滑过，你再滑真的好可怕，膝盖不疼啊？你咋不滑呢？你反正我现在好期待刘静还滑一个跪。哎，那你咋回事？你今天最期待的就是你又是让我唱歌，快快快！呀，
就是让我唱歌的时候，因为我不会滑跪，我也想知道你也一起。我也没想你们会不会，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啊？我想知道你们会不会滑跪。我们他有那个上公演，我有 cut， 我们回去给你发一发。不是，试试看吧。刘金海，你就说你会不会嘛？我不会啊。那你现在来学习一下，来，我总需要一个示范嘛。哎，这样吧，新闻前辈亲自教学一下。哎，你跪一下，让我们学一下典范。来，先跪一下，来，我们先，那我们就请接下来欣赏下。怎么？你要跪啊？我觉得我被新闻侮辱了。干什么？我还是个孩子，你个老太婆。他说啥？你给我下去！我今天宣布刘金涵从此离开这个公演。妈妈！不是，你很有可能以后再也没办法出现了。花花一路走好。哎，我们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欣赏接下来的公演曲吧。耶、yeah!Thank you.
Thank you.
接下来请欣赏最后一首歌曲。哇！请大家遵从工作人员的指示和我们机长，然后回家。
对，那么接下来就是啪啪啪啪环节，三二一，啪啪啪啪啪 ，Team X。